中华民国保护动物协会理事长汪于洋今天在记者会上说，保护动物的含义包括保育跟爱护。对人类有益的动物，应该以仁爱的心肠去对待。目前天然资源一天一天的缺乏，而人类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进步，人口增加，因此影响到鸟兽栖息的环境，他特别呼吁要爱护动物。